第三阵就敢若亲像伊个地名共款，镇内个竹啊甲山真济，为着要予大家会当对空中个角度来欣赏第三阵无共款个美丽，所以公司特别举办空中摄影比赛，总共有27件作品来报名参加，有8件作品来入选，有1件作品得到网络人气奖。公司是特别举办颁奖典礼来鼓励遮个参赛者。想念是如何去寻找？回忆却不停地往后飞，但它就在那边。对空中的角度来找到第三位节所在美丽，这美丽景色透过空拍来看好详细，也是第三阵空拍比赛当中第一名的作品。有点不可思议，因为其实就还蛮开心的，宜兰跟苗栗都拿第一，对。所以你算是常胜军。有经验，有经验，八卦茶园那部分，对，它是就是整个山坡地形的，还蛮在飞的时候其实还蛮漂亮的。还有一位网络人气奖，是得奖者特别对云林来甲第三开了一个月所翕出来的成绩。我是云林人，就是蛮惊讶的，感觉就是很开心啊。以前都会经过那个竹山镇，然后我们就想说，那就这一次来参加这个比赛，然后认真的就是走进那个巷弄里面，包括云林县啊、嘉义啊、台中啊，全部都是很多亲朋好友，包括也有一些民意代表或是什么，全部都进来拉票。他们的反应就是很热烈，然后就说有时候他们就是不知道说原来竹山是那么美的，然后看完我们的影片就觉得说他们都想要再来竹山走一次。这样第三顶就清楚地名同款，顶来地啊多山也多，在一般的角度是无法度来看到全方面的第三，因此公司特别举办空拍比赛，总共27件的作品来报名参加，并入选8件的作品以及1件网络人气奖，并来举办颁奖典礼来鼓励参赛。总共有27部的作品参加整个评比的一个比赛，那总共选出了一个前3名之外，还有5名佳作，总共8名的一个作品，那还有一个人气奖，这样的一个情况一个表扬，希望说这27部的一个参展，各位都可以上网去了解一下。那比赛得奖的作品之外，我们会放在适当的公开场合，让大家能够有时间的话一同来欣赏，看见竹山之美。嘛，因为透过比赛进行。也让大家看见不同角度的第三好山好景色，透过影片再度来认识到这个小镇，来欣赏到第三的人文之美。嘉玲算差不多。